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潘高峰，非常开心这周咱们又如约见面了。在上期和上上期，我刚刚带着你去了上海的乐展，以及日本看了 Sting 的演唱会。那么紧接着 Sting 的演唱会以后，我就去内蒙参加了我一个好朋友的婚礼。我那天从日本回来以后，下了飞机，凌晨马上就去了内蒙。大家知道日本是那样的，但是内蒙又是那样的，完全的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对比。那么好，现在我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正宗的蒙族蒙式婚礼是什么样的，走。早上我是3点出的门，4点到的机场，失策了。怎么看见车都挂栓了，冻上一层，我都惊了。天儿是真不错，这边空气好。酒店入住了，一会儿中午去参加他的婚礼。听说内蒙特别的干，然后他们的酒店里也会给你准备了加湿器。正好说的加湿器，最近还想给大家做一个关于吉他的维护保养啊、大保健这块的一期节目。过一阵儿，咱们好好的把这事聊一聊。起得太早了，刚从大阪回来，3点就起床坐飞机来了，锡林浩特。现在天气特别凉，大概有3-4度左右吧。然后趁中午还没开始之前，我赶紧睡会儿，休息一下。前面就是蒙。我进去快睡着了，是吧？他们喝的不少吧？不是，我没有在早上喝过酒，这个不太适应。也反正是蒙式婚礼比较隆重的，特别好。杨生倒是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太高了。后点到杨生这一块一下，脸稍往这边转一下，往这边转一下，咱们来，咱就往这边转一下，蹭点阳光啊！我在这儿拍拍照。
是咱们中国知名的贝斯手，他毕业的专业是爵士系的贝斯专业，那么曾经也参加过无数场的演出，现在是北京妙思音乐培训学校的创始人。新婚喜宴正式开始，希望朋友们吃好喝好，开心愉悦，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中午时光。接下来有请演员们。李说带我们来吃一个好吃的牛肉面，走走，我们第一包播放量是100万加10亿，我们这一样哦，麻烦你吃什么面？你就是面，你要硬硬的照你，真也挺复古的 YAD 盖奶，多少年没见过这个，那个是正常的照片，
你加入多少啊？那再加入。来了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牛脸。我觉得你显得很可怜。嗯，是不是可以新朋友？这个肉酱应该也不错。这个是什么酱？牛肉酱。啊、嗯。吃了啊，开吃了。好，吃完牛肉面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有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首先就是我要预告一下我的下一期，要给所有在处在天气过于干燥的地方的朋友们一些保养吉他的建议，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找海盗吉他维修的沈大夫，让他给大家聊聊冬天吉他怎么保养。第二件事就是12月份我依旧要预告我在四川音乐学院的讲座，欢迎你多多关注。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上期咱们说的抽奖，对不对？抽奖现在该抽奖了。这次呢，符合条件参加抽奖的小朋友特别少，只有七个，只有这七个人。那么换而言之，你们的中奖率就太高了，七个选一个是20%多少？我数学不好啊，弹幕可以告诉我。嗯，你们的概率非常高。然后我特意去找了一个这个软件，我现在只要一按这个红色的抽签这个键，虽然它没有嘎数字动，但它就会在七个数里边蹦出一个数，然后这个奖品就是刚才属于我那个序列号上的人的了。大家再看一看，就是这七位小伙伴。好了，那咱们现在开始，三二一，第六位叫什么呢？第六位叫阿杜阿吉。奖品是你的了，私信我把你的地址给我，我会把 Steam 的那个徽章给你寄过去。其实我也不想用这么拙劣的这种抽奖办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粉丝量不够嘛，粉丝量不够在 B 站就没法用那个投票什么的，你们帮帮我，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拥有使用那个抽签级别的 UP 主好不好？这事儿交给你们了。好，那么按照惯例我们最后还有彩蛋，看完彩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我是潘高峰，拜拜。